荷兰民族队排在第一的球队，每个人其实都是有篮的，有主力保障。然后于德神跟孙玉辉俩人喷起来了，裁判得去控制一下。我们看啊，哎，哦，直接给违体了。就俩人一直说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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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孙玉辉这个高举双手，然后呢一个转身，于德神认为他碰到自己的头了，然后就搡了对手一下。于德神说：“你们得看录像啊，好，是给了他一个违体，应该是。”哎，就这会儿我就已经看他俩就是不对劲了啊！你看，就这一下，给了孙明辉一个 T， 给了于德臣一个违体。